今天没啥事儿，和我妈去把大榛子给炒了。这是我们家的老仓房，冬天的时候我们家大部分的好吃的都会放在这个仓房里冻着。有什么好吃的？有。这两包是你大舅给的，你老舅还给了两包，不知道放哪去。嗯，先炒这些就行。嗯，就是只要够十斤就能炒一锅。那这十斤倒够。嗯，套用哈。嗯，套用。倒到这个袋里边，好拿。我们还得去镇上炒。在家炒的话，没有你炒的好。嗯，就是容易糊是吧？嗯，不像炒那个花生瓜子。嗯。再倒一起都不一样，看看人家怎么。嗯。我们还得去买一块塑料布回来。嗯，别忘了。买回来直接扣上。嗯，行。我还没学会电动车，还是让我妈带着我去。这多简单，你没学会。学能学会。笨呢。走。好学。到我们镇上了，就在这儿炒。这已经正在炒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炒瓜子儿。啊，天冷了就出摊儿。等等等，这两样不能搞一起炒吧？这个它俩大小差不多，这都差太远了。有一个小点儿好像。这俩还凑合。嗯，那包这个自个儿不行。这个太小了。那就炒这两兜呗。再称一下吧，在家没称。看这个12斤6两。嗯。现在炒多少钱？1斤。是2块钱一斤。嗯。2块钱一斤。待会儿等这锅炒完了就炒我们的，这些就炒一锅。这烧大柴的。嗯。这俩人聊得很投入啊。这锅瓜子炒好了，把榛子倒簸箕里。拿出来一个，看看炒的怎么样。掉皮儿的哈，掉皮儿的，掉。掉皮儿就快了。啊，掉皮儿就快，里面越炒越火，这么快。哦。要不出来就熟了。是这还有生味吗？有生味，有生味。再炒一会儿。就这样，就慢点。啊。妈，那咱先去买塑料布啊。嗯，你记得尺寸哈。尺寸不用记，他们你告诉他们就知道。啊，行，都不用自己记。嗯。16×4米的。哦。塑料布买好了，看看榛子炒没炒熟。榛子也快好了。再弄一个尝尝，再砸一个，看看里面的羊。这羊黄了就行是吗？哎呀，行了，这黄就行了，这是黄了就行了，可以出锅了，倒出来。这个倒的干净，放这晾凉了再装袋儿。这紧接着还得给别人炒一锅，这一天也挺忙活。天冷了都过来炒了。这是花生。你看今天有活干也挺好。我就觉得就是觉得别的活走，遇到这么多的。凉了呢，凉了，可以装了。24够了，嗯，好。回
回家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要吃好吃的，要等着我，不让你们两个偷偷吃。那你不是上学吗？等我放学再吃呗。哦，那好吧。哼。